天才的滑板是这样玩的，各种高难度挑战加动作。轻松自如的搞定，完全无压力，厉害了我的姐。而奇葩的滑板是这样玩的，动作完不成就算了，还和滑板来了个 U jump， 还 jump， 真是感情深呐。天才的沙袋是这样击打的，各种有力。出腿出拳的时候都感觉带着风，力量十足，一种强者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而奇葩的沙袋是这样打的，旋转出腿，然后瞬间倒地。我仿佛听见了沙袋的嘲笑声。小子，有本事再来呀，怎么不敢来了？下面这位奇葩同学就更惨了，直接被沙袋给 KO 了。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天才总是有特殊的技巧，看看这样扎西瓜针，简直不要太省事。我就想问问这样的机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呀？太方便了。而奇葩看到西瓜之后，想到的是这样做。没错，开始了他们作死挑战。我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结局了。你们也真是闲的呀。然而奇葩的理发技术是这样的，顾客都要崩溃了。天才狗狗的智商就是如此爆表，通过主人落在喇叭里下的指令就能准确完成。主人难道在里面？既然主人都下命令了，那我就执行吧。成功完成指令。而奇葩猫咪的脑回路是这样的，虽然很想拿回玩具，但是绝不出门一步，就是这么的倔强。喂喂，明明出来就能拿到，你这是要闹哪样啊？